你知道法拉利 S2 极速能跑多快吗？这期带来台超跑法拉利 S2， 作为曾经的法拉利旗舰车型，今天看下它的加速性能到底怎么样。搭载 6.3 升 V12 自然吸气发动机，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，最大马力740匹扭矩，690牛米，前置后驱布局。下面先听个声浪，测下百公里加速。百公里加速 3.196， 上高速看下极速。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专业车手驾驶，请勿模仿。先测下100到200加速。100到200用时 5.86 秒。最高车速336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